《环太平洋》是一部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制作的科幻动作电影，于2013年上映，由吉尔摩·戴罗。电影讲述了一个大型机器人与怪兽的战斗故事。这些怪兽从地球的海洋深处袭击人类居住的城市。为了对抗这些怪兽，人类联合制造了一些名为 Zegers 的大型机器人，并有两位技师操作，进行与怪兽的激烈战斗。电影的特效堪称一流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从每个 Zegers 的外观设计到怪兽的造型，都非常细致，使观众可以完全沉浸在故事的世界中，而战斗场面更是华丽惊人，让人紧张刺激，而且整个过程都十分流畅自然，营造了一种真实感。此外，电影的音效也非常出色，每次机器人和怪兽碰撞的声音都让人惊叹。除了特效和音效，电影的故事情节也十分引人入胜。人类和怪兽的战斗不仅仅是一场肉搏战，更是对人类勇气、坚持和牺牲精神的诠释。影片中充满着希望、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。而主角们的故事也非常感人，他们为了守护人类的安危，不惜牺牲自己，呈现出了令人心动的人性光辉。《环太平洋》虽然是一部科幻动作片，但内容深刻，充满了意义。它营造出的氛围和故事情节，使观众不只是享受视觉上的震撼和动作场面的刺激，更能从中感受到人性光辉和关于生命的意义。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值得观赏的好电影，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故事。